根据线索的指示，这个苏联的军火库啊，就藏在新竹峨眉湖的附近。到底是在卖枪，或者是在卖飞弹？这款物件讲会当做军火啦，你敢要相信？我带你来就是要做的啊！你来，滚走，回来，过来。爱生活啦，无生活袂使，无生活吼，人会焦虑。生活是啥物啊？爱生活啊！不要吹啦，你们上面好赶哦，我这里好急哦。哦，这里要出力耶。这一桶差不多要多少木材？1000公斤啊。要一直采，一直采，嘿。1000斤萃取出来的有多少？才12斤而已。那么少哦？对啊，这很珍贵啊。早期这边是劣管品诶，它可以做军火诶。啊？这几边它做军火？